迈向4公斤了。第一名就是小慧，今天吃了26碗，是4.9公斤，太强了。那小慧打算今天要吃几碗？我要突破2年前的自己，超过3.9公斤。应该很多人想要坐在你左右边看你吃饭，食欲应该真的会打开。那我这次目标是希望说可以吃20碗。接着就是由我的欧阳男士鬼来为大家说明挑战规则。今天选用的挑战的食材是国际上的卤肉饭，一碗卤肉饭的重量188克，比赛的时间是30分钟，吃完最多碗的人的获胜。挑战过程中每一位都可以配自己喜欢喝的饮料。各位参赛者们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无需张的卤肉饭大赛紧张的时刻开始，倒数3、2、1，吃饭了。哇，每一个人现在开始都用全速在吃。看起来 Aaron 现在是最快的，那个就是尽量冲快了。再来就是 Alice， Aaron 吃完第一碗了， Alice 也吃完了，小慧也吃完了，大家都第一碗都用了20到30秒。这一次希望可以用拷贝的方式，看他要什么事，我就看可以跟上几碗。如果你跟大家会没有办法看，Aaron 一开始真的是拼尽全力了。Aaron 到第3碗了。前面的饮料搭配就是会先配水，后面就配一些比较甜的饮料，不要被小慧甩得太远。哇，小慧追上来了，小慧跟 Alice 同时进到第3碗。Aaron 超快的，我发现 Aaron 的吃法是大口大口的吃，跟其他人都不太一样。只有小慧笑得出来，疯狂。Aaron 现在领先，他是第5碗，领先其他2个人1碗。Alice 开始摇头晃脑了，要加速了。那小慧秉持他最早的习惯，把 Aaron 都吃超大一口了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要不要试试看一汤匙直接一碗？Aaron 已经吃到第8碗了。最后还是尽量，但今天抱着学习的心态，真的。然后希望可以破艾伦。哇，时间过5分钟了。我今天的策略呢，因为其实我都是自己特训比较多，旁边有人实战的经验，我会觉得更有斗志，想要卯足全力。哇塞，听到这句话好害怕。现在是6分30秒，第一个吃完10碗的人是 Aaron。小慧追上来了，超快，卯足全力。小慧也是在6分30秒左右吃完10碗 ，Alice 还在跟她的第9碗奋斗 ，Aaron 加油！
超过2公斤了，小慧进到第12碗。Aaron 只领先了7分钟。今天有预计是觉得十几碗？我希望可以至少要20碗以上，我想要再增加几次。七分钟的第一名。Aaron 开始打嗝了。就打嗝打一口可以吃完。Aaron 吃完2公斤了。小慧进到第13碗。Alice 今天打嗝有点早了。小慧已经领先2碗了。哎，我觉得输7碗以内应该都算了。你已经在想输的事了。Alice 终于吃完一开始的10碗了。现在比赛过了10分钟整，10分钟14碗，14碗目前已经超过2.5公斤。小慧已经突破了3公斤了，17碗。Alice 加油，你吃完这碗就突破自己的记录了。你是目前在场最快突破自己记录的人，也算是一种第一名。其实默默的你已经追上很多人。什么话？我只差一碗。没有了，我水倒了一半出来。哇，都误会我。走，他是心理战术。他就会骗你。小朋友吃完了，小朋友打算要灌水吗？我要灌多一点水。没有，如果灌油脂蛮多。按照自己的步调。Alice 准备突破自己的记录。2.25公斤，但是同时小慧已经来到了3.7公斤了。现在时间刚好过一半，15分钟。目前的战绩 ，Alice 是12碗，小慧19，然后 Aaron 是14。那你们几分饱 ？Alice 几分饱？3分饱。那小慧嘞，你几分饱？3分饱。Aaron 呢？几分饱了？我快饱了。好，那我今天我下注在 Alice 身上。我猜 Alice 今天会一定会赢的，逆转胜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你只差8碗而已。你再来喝看胡局长的汤美汤。他真的是3分饱，还可以打广告。21碗。小慧进到21碗了，这碗吃完小慧就破自己的记录了，3.95公斤。我怎么两个3分饱的票？立刻280，快点！小慧按照原本的步调，应该可以40碗以上。小慧突破自己的记录，22碗，准备迈向4公斤了。虽然4公斤对他来讲好像没什么。Aaron 的记录是3.45公斤，所以他以应该也是要吃19碗。你们三个怎么突然同时停住？有啊。时间过了20分钟了，倒数10分钟。小慧前10分钟是吃14碗，然后现在是23碗，等于是他第二个10分钟吃了9碗多。那其他速度没什么变慢，其他两位速度慢了不少。兄弟的相处下来，感觉 Aaron 这两年应该是进步最多的。最佳进步奖。没有，可是你现在是目前是最退步的。你要先打破自己的记录。Aaron 加油，小慧加油。好，谢谢欧阳。Alice 也加油。Aaron 现在已经进到第18碗了，即将凭自己的记录。小慧已经到了第24碗，结束了，第25碗，突破4.5公斤。Aaron 到底能不能突破？
自己19碗的记录呢？对，当暑战小口战术，他直接把汉堡的战术用到牛肉饭上面，这还成效奇佳，都没听过，超准。他现在狂吃，速度太多，太强了。等到第26碗。Aaron 终于平了自己记录了，看最后100秒他能不能刷新自己的记录吧。哇，小慧又直接爬掉，要命了，真的猛。嗯，真的猛，真的。3、2、1，结束。哦，太厉害了。我们今天来成绩结算，第三名是爱丽丝，总共吃了15碗，是2.82公斤。第二名是 Aaron， 吃了18碗，再多一点点，算他3.45碗。我刚好打平自己两年前的记录。今天的第一名就是小慧，哇！那小慧今天吃了26碗，是4.9公斤，太强了。她两年前是吃3.9公斤，两年后是4.9，所以两年进步了一公斤，哇，超多。所以小慧吃饱了吗？我6分还没有吃饱，没关系，我们还要准备下一 round， 继续给他吃下去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